苏前院长在选总统，民党总统初选的时候，全台湾最挺他的就是杨秋兴。是，可是今天我所知道的，他对于杨秋兴跟陈菊，他是采取一个我卡在中，我中立。可是我觉得政治人物要还人家一份情，这个情不是杨秋兴跟你的私相授受，而是他站在一个政治人物上面，他做了一个勇敢负责任的选择，我挺你，我不挺谢长廷。结果你今天是用这样冷淡的态度去回应他，我觉得苏前院长，你满眼看到是2012大位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对你的那种政治的现实判断是非常不耻。所以刚文家。